李正宁是少了一个房间，然后击倒了三位。墙外，墙外，墙外，还没有打完。李正宁，什么意思啊？现在轰炸区来了。奶奶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就讲。李强之隔。在哪儿？好像李正宁还被轰炸区炸了一下。这应该是被手雷炸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就是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 漂亮，奶奶！漂亮，奶奶！左边，我还有一秒钟被郑乃馨淘汰。哦，这边奶奶再次复刻了昨天的一个操作，自血拯救队友。但是一定要回去的时候要小心啊！这边地上有李明轩，李明轩击倒了李正宁，啊，最后淘汰李正宁。 李明轩，我记住你了。等一下，好兄弟，一会儿晚上放，他好可怕了吗？外面还有一个人趴着，小心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奶奶。二打一，心跳多少？哇，这个伏地魔。我的心跳了。他就在外面趴着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右边，右边，前面的地上。没关系，奶奶。非常不紧张。你不要慌，奶奶换一下子弹，我们来。你先把子弹换来。按照我们的教学一步一步走。等一下换子弹换了。 他在哪儿？他在外面，你先把子弹换了。换一下。换子弹。我子弹在哪儿？玻璃。点一下右下角。啊，被枪了，被枪了。Oh my god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在哪儿？再见了，再见了。哦，快跑，快跑！右边，右边。他在哪儿？跑掉，跑掉！你跑，你跑，你跑！后面，往右边跑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！看到没有？我看到他了，我看到他了。上去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哎呀！